开心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呢，来到广州过夜市，我就会想到我较早伫这个活动的时阵。那以前也很常来逛啊，意思是安尼。哇，今天我们新的灯牌，对不对？哇，看起来真的好澎湃哦！谢谢，谢谢我的专属后援会，我们的芒果幼儿班的同学，谢谢幼儿班的伙伴。是来自我们台湾各地哦，今天我做感谢的，啊，搁咱现场咱在地咱台北的好朋友，大家拢好哈。我夜光上好听。无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太好听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没有，我当作伊感动，你知道吗？听我讲，感动，感动，听到感动。嘿，没，无紧，无紧。接下来吼，乔乔继续来安排连关系，但是我甲大家讲一下，我今天无小礼物呢。啊，恁恁敢会想要继续留落来听我唱歌？当然的啊。哦，来就是要听你唱歌。今天的发生了一点点状况了，就是我的车在路上抛锚了，所以呢，这个东西都来不及拿这样子，所以比较抱歉。那演员来到现场，为我们献唱就是最棒的礼物，对不对？谢谢，感谢。而且刚好呢，还可以让我来得及来这个演唱，这样我就非常非常的幸运了。这样子，来接下来呢，乔又来安排了这首歌给我，跟我的偶像致敬一下。我们江蕙二姐的歌曲《秀慧的嗨花》，继续送给我们现场的好朋友。谢谢，刚好谢谢欣赏。秀慧的嗨花，好朋友来到咱的广州夜市，让你逼美食无客花，因为来到这里都可以吃饱饱，吃好好。没有错啊，姐姐刚刚有说。谢谢你哦，谢谢，感谢你的加持，姐，当然，谢谢谢谢，不棒你不会支持他的，对不对？就是好棒棒，今天才能够来到这个台上为大家来献唱，但是呢，再怎么棒也没有我们广州街夜市棒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拄好咱姐姐有咧讲啦吼，今仔日有这个机会来到这，除了感谢着咱的广州街支持会，咱的会长有足啊，谢谢会长吼，这个你也当平安来到这做演出，嘛也感谢着咱一位咱的亲妈，是哦，亲妈，冥冥之中对他是，我咧感恩都真的有啦，有啦，对不对？有一定有，因为我也是很虔诚都在拜，没错没错，所以有拜有保庇啦，是，啊有家绝对有家去，是啊，又来社会的，让咱好朋友把好运带回家去，你们说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有说了，姐姐刚说这是新的举牌，对不对？我们再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的芒果幼幼班的朋友，超感动的，你看，真的，还有，哎，我觉得好抢眼，好亮丽哦，而且新的跟你的人一样，谢谢，抢眼又亮丽，真的是让我很感动。这设计师很棒哦。我们今天有特别的这个行程了，是啊，真的呀。对，因为等一下呢，我打算等一下我唱完之后，我们要来逛夜市，带队。那带回来那个举牌就没有啦，不用啦，我喜欢你。啊，你说行程，人家动作妈祖的出巡了，你我就没啦。啊，那就徛伫诶妈祖边啊嘛。加亲嘛，甲咱加持，是不是？好，咱的芒果公主心愿继续给她宏图大展，您讲好唔好？谢谢谢谢。啊，继续我们支持，您讲好唔好？啊，食好食，爱去来广州街，你讲好唔好？好，一点赞诶！哎，哇，当有四人哦。真的，哎，我很喜欢逛夜市。我嘛是个芒果公主，我嘛是夜市小公主。嘿，对对啊，哦，未歹哦。而且我是逛遍了全台湾的夜市，哎，在我伫台北，以前在台北住上，我这一区真的很熟。我刚刚是说真的，跟我。一样，我八岁就在这边混三餐了。真的？对，八岁比我，那你比我早一点。八岁就在这里混三餐。我八岁的时候还在乡下，我跟你们有在争咖。你快进衰呀！快进衰呀！来姐，我来来到台北去，真的广州街夜市这边也是浓浓的人情味。是啊，浓浓人情味啊！而且真的，我只要想吃东西，我都来这边逛的。一定要的，应有尽有。对啊，是不是？是的，要听音乐的有我们唱片行。对，要吃好吃的有美食。是哦，要这个买包包的有包包行。对，要买衣服的有买衣服，买鞋子有鞋子的，有没有？什么都卖有。应有尽有啦，小朋友你要玩的也有，通通有，通通都有。啊，来拜拜保平安来买油啦，是的，对啦，从头到脚应有尽有。啊，今天生啊，我操，有马杀鸡，哎，不是鸡杀人哦，是马杀鸡，好乖。对，真的，真的按摩，所以应有尽有啊，真的，这个真的是食衣住行通通都有了。对啊，都包了，所以朋友，这马喜看到一级战区的夜市，是我刚刚一直重复了很多遍，对不对？对，这里集结了几个夜市。四个夜市，姐姐，因为姐姐是咱的玉姐的朋友，咱搁再一次推广一摆。好，来而不归来，就是咱今日主办叫做广州街观光夜市。是，来而不归去叫做芒果观光夜市。是，
来，我们豆饼叫做五洲街公关公也是。哦，真的还有分这样子。过来，你有过来这足水的牌坊规条，还有这花西街关公夜市，我拍一下普通话。哎，真的很棒哎。好蜜豆腐啊！哦，战斗头颅啊！哇，真的真的，四个夜市战区哎，哎，这个是国一级的哦。但是我说真的哦，但是我说真的，因为我接到今天要来唱这场活动的时候呢，我听到更久给啊，起我的专业就兴奋哎哈，就兴奋，因为我真的很常，因为以前我在西门町舞厅驻唱的时候，我也是哦，我直接驻唱，王秀斌在那里边驻边唱，没有啦，驻唱没有驻在那里啦，有他下班的时候都会来这边吃东西，因为时间还蛮晚的啊，还有很多好吃的，对，这里要早餐哦，对，没有啊。加好早餐，反正一天三餐四餐都有的包就对了啦。对啦，会长对不对？对啦，不是只有包晚餐而已啦，真的，真的，相信我们好不好？所以24小时，好吃的传统的都在这里，真的。我现在我都微服出巡了，还挑。我你阿在老婆这一看就问。幼幼同学的时阵，千万唔好大声叫伊的名吼，因为即马是孝亲月，因为伊要知，嘿，要知嘛吼，就会当伫后边大声叫伊本名。对对，你若叫幼幼啊，伊就会回头，你唔好连名带姓叫两字哦。你嘛莫为后边我打字，我也会走花去吼，跳不溜死，跳不溜死你啊吼，不然要跳恰恰的吼。啊！你看大姐一转变跳舞六十哦，来吧，会花不死。来啦，我更无要求。啊，不过吼，咱的乔佑同学来到家哦，虽然一度老公哦在我们行程中有一点 trouble， 但是呢，还是抱着满满的诚心来到现场为大家来献唱。没有关系，你只要本尊来到这里，就是我们最棒的礼物了哈。真的很感谢大家，还是这么的支持。我讲听因唱歌，世界上有三种人，一种就是听歌。唔知影唱歌人会爽，唱歌唔知影听歌人会爽，啊，佫有第三种嘛，就是听歌佮唱歌人变啊爽，你讲对唔对啊？对啦，一直我第一次听到这样来讲的，非常有道理。啊，你变爽无？袂啦，啊，听佮爽的时阵，甲阮拍抱啊，你讲好无？啊，阮人唱佮爽的时阵，我会唱佮较认真，你讲好唔好啊？啊，大家到恁爽，你讲好无？好，啊，你爽，我嘛爽，咱继续来唱爽啊！真棒，对，来唱台湾爽，好，台湾歌。说落去，我要送大家，大家呢一支锁匙。哎呦，咱大家拿这支锁匙拍开你心内幸福那片嘛。水哦，对，所以这首歌呢，就是叫做幸福的锁匙。来，掌声鼓励，有请我们的乔佑，乔佑的心哦，应该真好学对。大姐，我来给你问一下，我刚刚你看到你对我唱的，会唱真的会唱了吗？太厉害了，好快哇！这个新歌呢，因为我在做活动的时候，有很多好朋友呢，把它po到这个网络上面去，因为简单对不？嘿啊，好学！啊，这歌词吼，我家己嘛有参与一部分，我有写歌词，所以你有听到招弟无？有啊，有听到英台无？有啊，嘿，对对，因为我今日大概袂记住，所以那专工讲这两条我甲扛入去啊嘞。对啊，真的很感谢大家，真的谢谢我们这么多的好朋友对乔佑的这个支持。啊，刷落去呢，我要安排这首歌曲呢，这歌词嘛是我家己写。哎，要感谢到咱的好朋友，阿弟乔佑唱歌这条路上对我的支持，还有陪伴，真的很感谢大家。所以呢，满满的感恩，这也是一首感恩的歌曲。那送给我们现场的好朋友，应该有很多好朋友都会唱的，因为这首歌算是我最近的新歌里底上介绍啊，伫咱的活动的时阵啊，甲大家分享的歌曲，歌名叫做《感谢有恁做伴》，谢谢，送给大家。